亮晶最近在社群透露不小心摔倒，导致尾椎骨裂，他因此痛到坐立不安。他在脸书发文表示，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铁齿，以前跌跌撞撞的拍戏真摔真打重跪都觉得没事，结果现在只是一个不小心从椅子上面跌坐地上，我的尾椎骨居然摔到轻微骨裂，不到需要开刀的程度，也还好骨头没有移位，但是痛到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医生提醒他要多休息，大概一个月会慢慢好。接着他表示，这次受伤让他深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的状况，毕竟自己是一个生过小孩子的妈妈，所有营养都给了小朋友，而且咖啡现在又是他的必备粮食，天天两杯不足为奇。最后他叮咛网友们不要轻忽身体，大家都要好好保重啊。